就是他跟你工作室训练，他要给你蛋糕。对，蛋糕，对。不行，你的这个应聘这个表白这个什么言哈、啊，感言不够感人。电子版的你要吗？电子版怎么拿过来？什么？简历，他要电子版，他要电子版的简历。你这样吧，你先看看你对于我们的电影有多支持，看你的实际行动。贡献了多少票房再说吧。对，你看有没有刷几次再说。好的，谢谢啊，这就是你想要表达的心声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一起来表达了他们的心声。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和各位主创的互动交流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刚刚三位幸运的朋友在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找到我们工作人员去领取电影的定制 T 恤。现在现场的朋友们，反转人生有求必应，想和我们的三位主创一起来合影吗？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主创，来，请大家呢在各自的位置上原地站起来就好了，不要往前拥挤。好的，欢迎我们的三位主创和大家一起来全场大合。